我是黄明志。2007年的国庆日，我惹了一个大麻烦。黄明志犯下的是严重的错误，因此他认为黄明志必须受到法律的对付。如果一个人煽动罪名成立，初犯的话将面对监禁不超过3年，罚款最高5000令吉或者两者兼施。Itu permohonan maaf secara terbuka Wee Meng Chee atas tindakannya menghina lagu negaraku. The cabinet discussed the apology yesterday and decided that it is not in the position to forgive him and that the law would have to take its course.2008年，我从台湾毕业，准备回到我的祖国马来西亚。我要把这趟回国的旅程拍摄成一个纪录片，献给我爱的国家。从香港，如果不用飞机，要怎样回到马来西亚？透过网络的力量，我找到了赞助商。赞助我的是来自巴杜巴哈的 Munchies 饼干。我的三个好朋友也暂停了工作，陪我走这趟危险的旅程。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所以我做了很多体能上面的训练，连遗书都写好了，寄回马来西亚。2008年7月31号。我们出发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赶在8月30号那天抵达马来西亚参加国庆倒数。我的方向翻山越岭，准备好挑战，一点一滴累积着希望，经济困难我在这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在各国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我要回家，虽然路途漫长，走过山川海洋，有大风大雨跟我作伴。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怎么办？又突奔了。好危险啊！一个人去。马来西亚